どの子がタイプですの？好了 ，BB 的对战正式开始啊！来，第一场我们上直播台的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哦！有人支援支援冰淇淋，超爽的，爽的。耶、yeah. ，有，他说乐团的朋友，对，超爽的。然后大亨小赚 ，To my old sport。来第一场，来哦，一边吃冰一边看，好爽。烤是芒果的，我不敢吃。一开始就中了一个 JD， 看他的判断是不是有点出了问题。好，那这代是接力机、同气补正力机，然后再捡回来。好了好了，再开始了，对。好、哦，折一下。哦，EA 其实因为是 fast 的关系，所以就直接接那个了，就直接剪了。他算很不会对应正转 A， 还有正转 B。啊，小鹿是 EP， 对。我们来看一下阿壮精彩的对应，什么？阿壮把空母接完了。阿壮带风险呢。去去去去去啊！可惜高度就可以吃掉了，对，高度没有判断好。哦，那我不敢吃芒果，好可怕哦。糟了。哦，放中立场又后滴滴。哦，香肠的。在哪里？那给他吃啊！为什么你不敢吃？我不敢吃芒果。好，我吃芒果。好，问。你有吃过吗？我吃一口而已。水盖到，来中立场。哦，好对应，用前逼踩他下段。糟了，哦，七下，来折。哦，想要 Neta。好。啊，有被，其实这个对决就是捡起来之后就真的是很攻防，因为捡起来之后攻防没有到，就被逃掉，就整个都要重来了，我会相当困扰。好、哦，再来，哦，防九八，这真的很折，万年老梗套路。好，我们 KOG 现在1-1，来再来。哦，终于有连段，这个连段真的有点。太距离一直放跑步机，是这对决蛮重要的一个东西。对，在电池放满之前，可以为所欲为啊。对，跑步机真的很重要。在电池放满之前为所欲为，是你这个对决最重要的一个打法。对，你例如如果没有在电池放满之前打出自己的优势的话，后面就会很难打。对。好、哦，有，优势非常的明显啊，都已经带掉八哥的血量了。有 ，OK， 好、哦，不正切，啊，可惜。好，现在有 OD 有戏，这个可以说非常的难过。哎，这个闪电可以。哦，霸体，对，这个打防，这个打防，这个打防。啊，死亡。会被一波带走。完了，死定了。死死。哦，碎。哦。阿壮得罪了一个 OD 直接拿下。阿壮。好可惜哦。对 ，KOG 赢1-0 ，KOG 先拿到一个大残。对。本当。The Wheel of Fate is Turning。我觉得阿壮打的还不错。我觉得这已经跟 CT 差不多的感觉了。就是六这代有的资源啊，其实已经跟 CT 那个时候对决比起来，感觉差不多了。我照这样看来，因为我今天跟阿壮才打第一次，我就觉得他那种整个感觉就好像 CT 一样，对吧、啊？但是整体上面还是比 CT 好。对啦，因为这代有的东西也对多很多。对 ，CT 的那把真的是不太能打。对，对。完了，这个优势没有打出来啊！古老定时，阿壮怎么觉得每个版本你都会这样子、啊？古老定时，这用 Tega 玩家都非常会那个，就一定要会的古老定时。好、哦，这个非常的好，为什么要自己过去呢？哎，这个优势打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不应该自己过去。少了，你跟他洛伯战，你是没有办法打的、啊，这个对。哦，赛小刀，跑掉了，来到了机会，哦，这个combo不中，为什么没有带完？哦，偷了一个轰摔，偷到一个轰摔，再带一次，转，然后要不是因为双方的资源都满了，这是最关键的时刻，没错，这个时刻谁犯错谁就会倒大霉，对，拉开，
为什么那么近啊，还可以打，还可以打，电磁炮斩到了，可以打，真的可以打，这个电磁炮斩到了非常关键。能不能逃出这个 B 边？能不能逃出不值？在干战能不能逃出这个 B 边？好的，六 A 然后就被两千摔了。好的，真是猪。真的，这日本人真的很沉着，相当沉着的对应啊，对吧？一方面也是。